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王峰辉，开始。是。Thank you.
州十月，三军列阵，铁甲生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神圣时刻，人民军队接受祖国的庄严检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曾13次以阅兵的形式在天安门广场向祖国母亲汇报。这次国庆首都阅兵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集中展示，是对建军82年，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发展的庄严检阅。共和国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解放军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隆重盛典，接受党。